安怎？既然知影我的身份，那呢，就免浪费时间了。大健，咱来交王林志，利用张嘉玲来往王雅慧。麦天爷，安怎？不是你的安娜达，就免叫醒。慧，雅慧，跟上。你走袂去啊！阿爹，我是该安怎？这么老的分身，这个算袂清。他像我这款替办代志的人，你知影够偌济？你是咩的亲面女人啊？我看你。爱死心好啊！哪敢无？啊那无，因拢会有危险。快！看起来，咱应该会算另外一个游戏。Vicky，Vicky，咱来看麦，看你有爱王雅慧啊？把一部掀开，内底我为恁准备的爱的考验。所以啊，你爱较认真，打你的脚踏车。啊，那无哦，你脚步只要停落来，你就随时准备甲你心爱人 say goodbye。我袂记你提起你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这个用爱发电是给有情人争取时间救人的。啊，不过这个玻璃将同款五分钟后爆炸，所以你最好是一边用爱发电，一边赶紧想办法。啊！毋真爱算车，我陪你算啦。世界车你还好相信？既然安尼，你归去甲我交过去，替你王雅慧报仇啊！我即摆是咧给你机会啊！我知你人伫遮，我无去报警，就是要给你自首，让你有机会甲钱交代清楚。虽然让你知影，我嘛是会当无情无义的。啊，若无你借用卡，我早就以后甲你拆去，甲也会还。你唔敢那做，因为你的顾虑伤大。善良是会当选择的，我嘛是无奈，我唔才那做的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敢搁针对我，伤害我身躯边的人，去找因的麻烦，我绝对让你看到我大脚大手无情无义的迄面。邱小姐，你确定你身上无代志？我看我是替你报警哦。金院女郎，我已经找到叶志成了。不管是不是做弟弟，我等一下乱给处理掉。奇怪，哪有塞袂叮当啊？
讲一下吼，你为虾米害我？啊，你误会啊！拄仔你伫饭店向阳分去，我是要送你去病院。你要送我去病院？啊，那呢？为啥是我伫开车？啊，唔着好佳哉，我及时清醒。啊，若无我咪连车带人拢互你送落去海内边饲鱼啊！是你要搁甲我弄的哦？无你是妄想症哦，讲袂清楚。好不好？行行，来跟他走，行，咱来跟他走。哎，给我放开啦！来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。哎呦，哎呦，哦哦哦，你买错了，哦哦哦，哎呦，你嘞。你讲，前面的女人有紧急的电话要交代我啊？好，我是个。我连美丽莎也要订的追踪器哦，已经发挥作用了。现在开车，我带你后面。我相信很快就我就查出部后的主角人，亲密女人的情况。嗯，我知道，我自己会较细腻。好，阿伯先安尼啊。是，我知影。伊到啊，亲密女人你放心，交我处理。是，千面女郎要亲身见你。千面女郎要见我？那恁大家讲，伊有重重大礼，要交代好啊。无唔对，你先去那台车顶面等，千面女郎马上就会到，我先来走。